从今年开始，以宣教局为中心，然后在教会里面分的各个国家，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做这样的特别赞美。今天是东北亚，我发现在台上的这些人都是代表着这些国家当中为这个国家做祷告的人，就是虽然觉得这么说很抱歉哈，就像昆信指示的，他也是就是新婚旅行也是去那个国家，而且也不断的在为这个国家做祷告。如果说你是汉娜教会的圣徒，愿你们在这三个部分当中能够去存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属于这三个部分，哪怕输入这三个部分都就是都有的话更好，就是一个也可以。那么这里面的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们一定要为一个国家去祷告，这在神的时间表当中地级是非常一致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后代，就是愿各位所有的你们都是能够为后代去祷告，蒙到应允，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团队，就是为了后代去祷告，然后进行这样的体系的团队。还有第三个就是医治，就是237医治后代，也是我们祷告的这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如果说你们就是能够属于这三个部分，然后去祷告蒙应允的话更好。即使不能够在这三个部分都去做，哪怕是你一个我是做医治，我是做237，或者做后代，为一个部分去祷告，然后能够去确认应允。我用主的名祝愿汉娜教会的圣徒都能享受这样的部分。今天呢，我们在就是今天的周五祷告会之前呢，有案例知识还有劝师的一个祷告会训练。今年呢就是这样，每一个月的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案例指示跟劝示的聚会，然后第二周呢是以长老为中心要聚在一起。就是某一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说是为了后代的周末三休日时代，但是呢作为种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教会的案例指示长老啊、劝师，他们一起在这个位置上在享受着周末三休日时代的应允。愿各位都能够蒙到这一点，并且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的后代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主角，去确认到神的这个做工，并且能够成为珍贵的证人。用主的名祝愿各位。首先跟大家分享祷告题目，真的你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呢，愿恢复应允，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承受荒凉之地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都要恢复这个祝福，愿神赐给我们恢复的证据。为此呢，我们准备三个部分，三个院子，而且还有周末三休日时代，这些部分希望你们不断的怀抱在心，为此而去做祷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汉娜教会有关联的教会呢，有 Ticolopolis 地教会，还有高岭汉娜教会，唯独福音汉娜教会，生命之泉教会。愿这些教会也能够蒙到同样的应允，愿兴起门徒击溃黑暗的灾殃，蒙受同样的祝福。希望大家为此做祷告。还有我们的宣教现场，有我们要去祷告的部分，当然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或者说更加费一些心思。就是说到上一周为止，我们有就是长老劝师啊这样子做训练，今年开始有这个东北亚，今天是东北亚对吧？然后东北亚呢也各样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这样出来唱赞美很重要。说到东北亚的话，那你们
就是要想到跟我们东北亚有关联的这些宣教士是吧？然后呢，关于东北亚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的这些祷告题目呢，我们稍微的去对圣徒们去讲一下的话，就想啊，在东北亚当中啊，有这样的宣教士在做着宣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一起去确认各个国家的祷告题目啊，关于宣教的这些重要的部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时间进行非常重要的论坛，并且能够拥有非常重要的祷告题目和祷告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应该会享受这样的部分，因为今天在唱赞美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可能就是唱赞美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准备嘛，就是唱赞美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你们会有一些负担对吧，就是希望下一周的时候你们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有很多的宣教士在国外嘛，所以你们也可以跟宣教士这样子讨论一下，之后把这些祷告题目呢分享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影像也可以一起同时上他们的时候传达，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希望大家为宣教地祷告的时候呢，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有就是伊米扎陈多萨还有那传道士还有朴来辉牧师呢去孟加拉国西南部这个地区做了宣教，短期的宣教。这个现场呢有一位长老，以他为中心，平信徒宣教士，然后呢，他在这个地区呢有一个产业链，然后呢，跟我们教会也是，通过 Zoom 这样的一个形式，需要每一周都是进行分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以长老为中心，在这个孟加拉国地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成为当地宣教士的背景，让这个宣教士能够尽情的去传道宣教，非常重要。而且这次长老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决断，说了什么呢？就是说，在当地的这个教会呢，以萨拉牧师为中心，这个牧师的教会当中呢，想要树立韩国语学校。长老呢，他自己想要去做献身，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珍贵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的长老呢要通过他的这个事工要去这个学校做这样的一个事工，我觉得非常珍贵。在孟加拉国萨拉这个牧师呢，他现在进行着 IOTC 的事工，我们的长老呢在这个部分想要以他的这个事工为中心想要去献身，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为此而做祷告。上两周的时候，我们在每周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长老也给刘牧师做了报告。当然我也知道为孟加拉国负责的各位你们在做祷告对吧，但是呢其实他们在建立 RTC 的时候有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长老呢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汉娜教会也好，或者说各样的部分有一些抱歉呢，然后呢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珍贵的报告。就是我发现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人在这样的现场做了珍贵的献身，真有这样的人在献身，所以哪怕是这个宣教的现场非常的艰难，但是我相信是一定会做工的，所以希望大家不断的为这些地方去祷告。我们教会有很多在国外的平信徒宣教士，也希望你们想到他们的时候为他们做祷告。为宣教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祷告部分就是什么呢？4月17到18日要进行世界宣教士合宿训练。4月19日到就是当天有世界宣教大会，也就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教会也要为此做准备，也希望你们去祷告。4月21日有我们汉娜教会自主的宣教大会。4月22日汉娜教会宣教大会结束之后呢，从4月22到5月17日有中南美集中训练。
要进行四十日的集中训练，就像以前一样，每年要进行的这个部分，真的希望你们为此而祷告。这一次有世界宣教士合宿训练，还有宣教大会，通过我们教会来到韩国参加这些训练合宿的宣教士有12名，是跟我们教会有关联的宣教士，我们邀请他们，让他们来韩国去接受训练，然后呢对现场也要去进行一些重要的论坛呢、分享，会有12名宣教士参加世界宣教大会与宣教士合宿。结束之后呢，有我们教会主体要去进行的中南美当地的门徒集中训练，我们多少程度的怀抱在心，为此去祷告呢？就是什么呢？愿中南美的这些或者是各个宣教士来到韩国，来到教会的时候，能够最舒适的接受训练，更加的得力量。我们相信一个国家一位宣教士活起来的时候，这个国家都会被救活。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做的话，那么你们真的祷告同行吧。如果没有办法去这个国家做宣教，但是你们通过祷告一起去享受这个宣教，同样享受这个宣教的祝福吧。当然有去到当地做宣教的宣教士，但是呢，成为他们祷告背景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在宣教现场呢，如果说派遣的宣教士却没有为他们做祷告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正确支援的意思。真的愿各位能够为宣教地的宣教士去做祷告。第三个要祷告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完全的爆发式为后代去做祷告。在周末三休日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的教会呢，以教育局为中心，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分。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希望你们真的能够要去明白，真的要去祷告，所以我要说的比较细一些。现在有一个部分就是，虽然不属于我们教会哈，但是呢，有一位师母，她跟我们教会有一些关联，她就是带着，从刚出生到2岁的这些孩子，跟他们一起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个事工，是237国家幼稚园。然后呢，还有我们教会主体的 Hannah Remnant 幼儿园，是从3岁到7岁，在我们教会内部有这样的幼儿园。还有我们教会的 Hannah 顶峰小学，今年就是从1年级到5年级总共有45名学生，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作为神预备的顶峰在接受着训练，希望大家为此不断的做祷告。还有胎婴儿部进行的约基别学校，胎婴儿部进行的约基别学校，还有萨穆尔，从幼儿园到中学有萨穆尔，就是以萨穆尔这样的一个名字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萨穆尔学习小组，有这样的一个在教会里面运行的小团体。还有一个呢叫约瑟的梦，这是放学之后对孩子们进行的学习指导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就想着在以教会为这个中心，然后呢在这个计划里面要去进行各个部门的一个事工，我们教会的长老啊、老师啊，还有青年呢，他们就是献身在这里面，作为主体作者献身。正因如此呢，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Ours 使命之家，我们要为这个做着准备。Ours 领袖使命之家，真的能够就是做使命之家，这样的什么意思呢？跟这些人一起训练、合宿啊、吃住，把他们打造成为领袖。现在要去准备男生使命之家，还有女生这样的使命之家，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宿舍的准备。其实做着这个部分的人，他们都是
不留名不留姓的在背后默默的做着献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做着这样的奉献。愿这一切部分真的希望你们去一个一个的祷告。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教育局然后有老师一起做的训练，我就想着啊，在这个部分神赐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应允。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我们教会的教育局的局长啊，还有这些部长啊，就是老师啊，主日学老师啊，他们因为祷告合而为一，然后再打造各样的这个体系。我觉得在这个是应允之前什么意思呢？因为祷告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团队，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教会为了这个后代部分享受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应允，这是大家需要去集中做祷告的部分。愿我们的后代通过这样的学习史啊、读书史啊，能蒙到重要的应允，实际上在这里面被培养。还有第四个祷告内容，就是教会当中有各样的训练。那么本周主日的时候是终止着大学院的开讲，还有一个就是教会内部准备的平信徒成长学校，有基础班，然后各样的一个顺序阶段，从下一周主日然后到六月份要进行三个多月时间十周的训练，从本周主日开始，然后九月份呢要开始下半年的这个部分。这一次平信徒成长学校总共有230名报名，每一周都是下午1:30到2:20。周报上面应该会有各个班级的这个训练场所的这个提示，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看一下这个公告。总有230名去参加这个训练，在主日下午1:30到2:20去举行。我也拜托过我们教会的这些副教牧人员，不要让他们就是说做讲义，而是说要成为证人。真的，你们要是拿着祷告应允去做准备，通过祷告去做准备吧。当圣徒一起参加的时候，在这个训练当中真的看到神引导的道路方向，并且蒙到应允，我告诉他们应该要这样去准备。因为有很多的训练嘛，然后又是做同样的这个训练的话，我觉得这个训练做的话就会越来越让人没有信心，不愿意去做训练。所以让圣徒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发现，哇，我这个训练参加的真好啊，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触才行。所以就是在这前面做带领的牧师啊，还有教牧人员呢，长老，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去祷告，而且参加的各位，你们也要去祷告再参加。通过训练真的变成了神无法不使用的器皿，我们不知不觉里面有太多需要更新的部分。正因如此，愿我们通过训练蒙到圣灵做工，我们该更新的就更新，然后准备成为神无法不使用的器皿。愿我们的这个训练成为这样蒙祝福的训练，希望大家真的为此而祷告。你们说阿门吧。我真的每次因为以撒这个只是说阿门的时候，我非常得力了，因为谁都不说阿门，他每次说阿门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蒙恩呢。真的希望你们多说阿门，这是非常重要的应允呢。真的希望大家为此而做祷告。在训练当中，愿哈拿教会一说训练的话，就是该去的这个部分部门，然后一起去受训练，然后能够去做这样的准备，愿成为这样珍贵的时间。第五个要祷告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做中保祷告，我们结束之后要做这个中保祷告，对吧？真的愿我们拿着这样的部分去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些人的背景，成为他们的力量，为这些病友去祷告。你们要成为他们的背景跟力量，因为你们成为他们的力量背景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些病友去祷告，还有为我们的 Remnant 要去祷告，就是因为参军还有说去海外的或者说其他地区的这些 Remnant，
礼拜结束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屏幕上面会有他们的名字，希望你们一个一个的叫着他们的名字为他们去祷告，去到海外的，还有去到军队的和他地区的，希望大家能够为此而做祷告。还有跟我们教会就是有关联的这些产业链呢，以及传道对象，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些传道对象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应该会都有。但是呢，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一一把这些名字叫出来去祷告的话，还可以理解是吧？但是呢，你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地区啊，你们想到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为这个部分去祷告，你所属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部分，你们去为他们祷告，希望你们一个一个的叫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祷告，愿你们成为他们祷告的力量，成为他们祷告的背景。在周五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重要的祷告题目都在跟大家传达，希望大家能够拿着这些重要部分一起去祷告，并且而且你们个人家庭里面的这些祷告题目也可以一起去祷告。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呢？我和各位作为传道者，我们要走远路。不是说现在成不成是重要的，而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圣经话语，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同声诵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门。我和各位是在这个时代被神呼召的传道者，那么如此看来的话，现在成不成并不重要。很多的人说呢，在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成的这个部分当中呢，就是很灰心，然后呢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很嘚瑟。某一方面来说，传道者成与不成并不重要，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远方，要看到将来，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段征途，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被现在的所欺骗，问题也好，因缘也好，都不要被这个欺骗。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祝福我们要救回一个时代，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了。所以说可能你们不认可，但是神最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二三七国家而呼召，拿着地级这个时间表神呼召了我们。那么如此看来的话，我们就要看到远处，要看到将来去前行。现在并不重要。很多的人信仰生活灰心没有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觉得现在没有应允呢？不是这样的。即使现在没有应允，你看以前后来将来的时候，都会发现一切全部都是应允，而且神在最正确的时间表当中，神最知道我在最正确的时间表当中已经引导了我，你们将来一定会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不要被现在欺骗。为什么呀？因为圣灵说什么呢？今天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读了二十六节话语，圣灵与我们同在，不仅是同在，具体的今天本文的话语说什么了？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是亲自帮助我们的圣灵，就算你们不祷告也能够存活的理由是什么呢？与我们同在的这位圣灵用叹息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有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不祷告也不会败亡。正因如此，分明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所有的软弱都知道。所以呢，我和各位越来越会结出果子，神必定会赐给我们果实。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与我同在。
这是最珍贵的祝福，不仅是同在的程度，而且是帮助我的那一位，是具体的帮助我。不仅是同在，是帮助我，而且还有什么呢？知道我们的软弱，用无法说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为你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你们阿门吗？你们拥有这一事实的时候，不知不觉很多的部分就会蒙医治。你们以为是你们自己，其实不是的。眼睛看不见的圣灵不仅与我们同在，而且具体的帮助着我们，帮助我们，并且比我更知道我。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没有办法祷告，不知道祷告的时候，却用无言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拿着这样的祝福做工，要去享受嘛，但是有无法享受的理由。这样珍贵的祝福与做工，我们要去享受才行，但是却不能享受。不能享受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刻印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扎下根的这些部分，以及形成体制的这些部分。按照你刻印的，就会得你该得的应允。你刻印了什么，就会得什么样的应允。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我们知道因着我们里面扎下的根，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果实显明出来。然后呢，体制呢，因为你刻印的在生活当中会扎下根，对吧？那么刻印的在生活当中扎下根，然后怎么样呢？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现场当中左右着未来。再次给你们说明，这个命运单词就是不信者使用的这个单词嘛，就是命运嘛。按照体制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用一个好的意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左右着你的未来，体制左右着你的未来。我们刻印的部分真的一定要改变吗？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刻印的这些部分必须要改变才行吗？刻印的这些部分，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吓人的话，当然要改变。真的就是这样。某一方面来说，人的生活当中某一天有属灵问题显出来，这个不是说某一天就有的，而是说长久刻印的这些部分会显出来的。现在我们的就是青少年，就是十多岁二十多岁，今天我们长老劝世聚会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部分，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就是在这种精神病院，说精神病院里面十多岁二十多岁的这些孩子的年龄，这些年龄层的孩子精神病比年龄大的人更加多。这些青少年他们只是随便就会有这样的精神疾病吗？有的人就是这样精神疾病，有的人会自杀呀，抑郁症啊，忧郁症啊，各样的部分，然后甚至于自残，有各样的一个形态。这个不是随便就会发生的事情，真的某一方面来说是长久以来，是从他们家门当中已经刻印的这些部分受着影响，某一天显出来而已。所以说刻印的这些东西就是这样让人害怕。那么刻印的这个部分真的这么害怕的话，我们当然应该改变才对呀、但是刻印不改变，你可以蒙应允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刻印的，但是不改变刻印也可以蒙应允，有这样的人。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呢？刻印改变不改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圣三位一体神同在这个事实，明白这个事实的这个部分更重要。某一天刻印不改变，但是我却蒙到这样的应允，我因为我刻印的呀，我会受伤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各样的部分，就是因为受的这些部分才成为你的刻印，对吧？然后呢，人就会拿着这些刻印的那个部分去过人生啊，然后又会显出这些刻印的那个部分。不管这个刻印改变不改变，当然刻印改变会更好一些，然后也慢慢的会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呢？当你们瞬间听话语的时候，啊，神的话语是对的呀，啊，原来这是神的恩典呢。当你们每次去领悟的那一瞬间，不知不觉我们里面的这些刻印就会改变。
但是呢，有的人刻意不改变也会蒙应允，但是有的人刻意改变了也不蒙应允，有的人刻意不改变也蒙应允。重点是什么呢？无论刻意改不改变，圣三位提升与我同在的这个事实，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圣三位提升与我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祝福，但是很多人错失这个祝福共人生。实际上人们都不认可这一事实，所以重要的就是各位实际上要明白的就是，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圣三位提升与我们同在这一事实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和各位应该没有理由才对。我们要应该没有理由，圣三位一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们却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信仰生活蒙应允的重要部分就是要没有理由。做主的工其实也是啊，神与我同在，圣三位一体神与我同在这一事实，因为不相信呢，所以会找各样的借口，会有各样的理由啊，能不能做呀，做不了啊，说东说西。如果真的是属神的人啊，圣三位一体神与我同在，相信这一事实的话，真的去祷告的时候就不会说东说西了。真的相信圣三位一体神与我同在的这个事实的话，实际上我们不会有任何理由的。如果说有理由，有理由的这个本身就是不相信，简单的说就是不相信神的绝对主权，所以就有各样的理由啊，这个也会成为理由，那个也会成为理由，全部都是理由。改变刻印也很重要，但是呢，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明白圣三位一体神与我同在。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拥有圣三位一体神与你同在的信心。第二个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自己的想法。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说，最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应允的这个绊脚石就是自己的想法太多了。凶恶的撒旦呢，知道我们喜欢什么，在我们里面种下了十二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撒旦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我们里面种下这十二个部分，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个撒旦在这个我们里面，就说第一个是什么呢？自我中心，全部都是我。然后在决定性的那一瞬间，虽然有信仰生活，但是决定性的那一瞬间就是被自我的想法所掌控，比自己的想法要明白神的话也是更完全的。你的想法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错的呀，对吧？但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没有必要去固执提倡你的想法呀。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啊，你的想法是一定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呀。你的想法怎么能成为绝对呀，是吧？但是大部分人怎么样呢？完全被自己的想法所捆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因为撒旦在我们里面种植了我们所喜欢的部分，这个成为我们的牵绊。所以怎么样呢？重要的就是要从自我的想法当中脱离出来，只要没有自己的想法都行。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应该是二章二节还是二章三节，这里面说什么样的话语了？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肉体心中所喜好的，你们肉体心中喜好的就是你的想法。所以只要放下我的想法，神的应允就开始了。哪怕只放下想法，应允就开始了。圣三位一体神与我同在，放下自我想法，这是信仰生活当中应允的最重要的钥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呀？就是说撒旦拿了十二个部分去攻击我们，是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集中。我们要集中什么呢？首先圣父神
以话语现在也在做工，所以呢，我们要集中话语。圣子神基督现在也拿着三个祝福在解决三个诅咒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集中这一点。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现在圣灵神也是以能力向我们在做工，圣父、圣子、圣灵神以话语做工，解决三个诅咒，以看不见的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集中圣三位一体神，这是改变我们刻印的道路。当我们集中圣三位一体神的时候，就会显出背景，就是说我们的身份会改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和各位的背景是什么呢？天国是我们的背景。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的话语，我们的市民权是在天上，这是保罗告白。我们的背景是天国，我们所有的脚步当中会成就神的国。天国是我的背景，正因如此，今天我的脚步当中就会临到神的国。这是我们的背景，这是我们的身份。还有呢，在神国临到的这样的现场当中会兴起什么样的做工呢？天上的能力会显明，天使被动员，在这里面显出来的第五个部分就是全能。这个是什么呢？黑暗做工会倒塌，黑暗的权势会被捆绑，会兴起这样惊人的做工。清晨祷告的时候，金三妙牧师说这样的话，祷告把让魔鬼击退，说不要做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去祷告，撒旦必被捆绑，所有的疾病必定会退去，你们这样祷告才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身份会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是击溃黑暗的权柄。这惊人的做工，你们去集中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些刻印改变的话，非常感谢，不改变也会蒙应允的。不是说必须要改变，真的一定要知道，不是必须要改变。即使不改变，当你们去集中这些部分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应允，在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应允会显出来。第二点，因着我们的这些刻印，我们会有刻印之后带来的生活，不知不觉生活当中会扎下根。那么这个根会在重要的现场当中是哪一个部分呢？我们说人生有十二个问题，对吧？这十二个问题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哪一个部分会有根基呢？教会就是我们也会伪装，现场我们也会伪装。其实我简单的说哈，就是十二个这个部分最容易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显出来是哪个地方，就是你们家里面，对吧？难道不是吗？回到家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们会，对吧？在自己的子女面前，在丈夫面前或者怎么样，你们会随便吗？对吧？难道不是吗？某一方面来说，家、现场、教会，我们说有这三个部分的话，十二个在我们里面扎根的这些问题最容易在家里面显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家庭的这个属灵氛围非常重要，在信心的属灵氛围家庭当中啊，父母去礼拜然后一起赞美，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那么孩子会有非常重要的根基扎下。但是呢，大部分的就是说拿着外面的这些然后来到家里面去说呀说呀，然后人生的十二个问题呢，然后也会这样。人生的生活根基也是这样，属灵的部分也是一样，都是重要的在家里面。所以大家也知道，你们要打造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属灵氛围，无论是谁回到家里面就是非常平安才行。妻子在外面，丈夫在外面回来了，你们就是在家里面看到家里面的丈夫啊，或者是妻子也好，要觉得很就是特别的可爱，也才这才是对的。你们可能想到啊，牧师你在讲什么呀？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子女也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啊，吃父母做的食物，觉得啊太好吃了，然后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诗篇
128篇里面去读一下吧。 早上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就是去各自的地方，对吧？早上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坐在早上这个桌子上，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的，你们的家庭里面，愿你们能够成为重要属灵根基扎下来的这个家庭氛围。用主的名祝愿各位，就像使命之家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 你们的家庭不可以成为撒旦十二个问题更加扎下坚固根基的家庭，真的愿你们家庭的每一个人能够得力量抓住神的计划，在现场能够去做属灵的征战。你们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愿各位能够如此。第二点，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有肉身的部分，还有属灵的部分。 圣经里面也是有属肉身的部分和属灵的这个部分，但是大部分的人呢，不信者呢，他们只找这些属肉的这个部分，甚至于基督教徒，他们也是99%，大部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有信仰生活，知道信仰生活，然后去教会也是99%都是跟随属肉身的，他们不知道属灵的这个部分，所以只能这样。正因如此。 李守望大家都知道是吧？他就是批判教会，说什么呢？他说教会只知道属肉身的，因为他要写过一本这样的书，叫做《属灵的人》，因为很多的年轻人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不小心会陷入这里面。那么这个人写的这个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属。 肉的这个部分，他就是这样批判教会的。我不想说，就是别人说他是异端，我就说他是异端。但是什么意思呢？新天地他们怎么说教会呢？他们说教会不是神学，是人学。耶和华的证人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错失了属灵的祝福，所以。 耶和华的证人，他们说什么？说无数的这种魔鬼的声音，他我们错失了这些属灵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很多的人完全在这个属灵的属肉的部分扎下了根。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属肉的部分当然要改变，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让步和放弃这些属肉上的部分就可以了，哪怕只是让步放弃就可以了。 不信者为了属肉的丢失属灵的一切，这就是不信者。那么信徒呢？为了属灵的部分，然后投资所有属肉的，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他们奉献也是一样。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属灵的祝福，我们去献奉献，对吧？作为属神的人、圣徒的话，我们一定要相反的，对吧？不信者呢，他们属肉的是一切，为了得属肉的奉，就是努力一切。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为了属灵的这个部分去献上一切。 各位真的要去找到属灵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要去怎么样呢？做777这个祷告，真的，大家要拿着这个部分去祷告，望楼里程碑，望楼里程碑。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神。 赐给的属灵的祝福，拿一个单词来说的话，可能就觉得好像不一样，其实不是的。这是神所赐的属灵的祝福，神所赐的属灵的祝福，就是望楼里程碑，这不是肉身的部分，而是属灵的部分。但是我们因为太熟悉属肉身的，所以说这些内容的时候没有办法听得懂，然后觉得就是啊，又是一样的事情啊，一样的声音啊，其实不是的。你们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剩下问题是用不同的祝福，主管我的灵魂。
我的想法，我的肉体，领到我这里面的这些部分的祝福，耶稣基督的宝座的祝福与我同在，这全部都不是肉身的，而是属灵的。而且神要赐给我们祝福，救活我们的过往、现今与未来，要赐给我们救活的力量，并且要让我们充满五个力量，直走到二三七国家，要赐给我们权柄，击溃空中掌权者。神让我们能够走到最后，预先让我们看到 CVDIP， 并且赐给我们三个院子的祝福，这全部都是属灵的祝福。真的，各位要拿着这个部分去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扎下来的程度。真的愿这个属灵的部分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扎下来的程度。第三点，因为刻印成为根基，结果就是体质了。体质当中你们有要去一个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根的话，我们只要区分肉身跟属灵的这个部分就行，属肉的属灵的，只要能够区分这两个部分，那么根就会扎对了。刻印是什么呢？拿着神赐的话语去集中，通过礼拜集中话语，然后在这里面呢享受基督赐给的祝福，击溃三个诅咒，跟我们的能力没有关系，享受圣灵的能力做工，这是我们重要刻印的这个部分，所以要去集中，向着圣三位一体神的集中，那么我们的体质就会改变。在体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讲台的信息，各位一定不要错失讲台信息。在改变体制这个部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神不是没有想法就树立主的仆人，树立教会，神不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树立了他的教会，不错失讲台信息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会知道啊，哈纳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他会明白这一点。啊，哈纳教会主的仆人，不是说他们做得好不好，就会明白啊，传达话语的这些人非常的珍贵呀。不错失讲台信息的人，他们会明白这一点，而且知道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就是信息啊。跟随讲台信息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一点，教会的重要，主的仆人的重要，话语的重要。以讲台话语为中心，持定这个为生命程度的人，他们就会看到这个部分。不是说主的仆人很重要，而是说你们真的看到讲的话语信息的重要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主的仆人是如此的重要，你们就会看到传福音的哈拉教会如此有价值的教会。那么你们对于教会当然就会有爱的心情涌出来，对吧？所以各位一定不要错失讲台的信息。第二个，现场信息。是向着全世界神的信息，我们通过话要去确认。那么话语呢，有我们要去蒙受的话语，还有什么呢？要向现场去传达的话语。主日礼拜的时候是蒙受神从上面赐给我们话语的时间，那么现场的一周信息是什么意思呢？拿着神的信息在现场去确认，这是周中的礼拜。第三点，还有我们团体整体的信息，就像飞机与轮船走的航线一样，这是一个能够正确蒙受方向引导的部分。话语的结论，我们说要走远道，对吧？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客运根基体制的话，好像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后来却发现是徒劳，就会看到自己陷入了徒劳当中。
不是说刻印根基体制要改变，而是说改变神会改变的，对吧？你们刻印的部分你们能够改变吗？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呢你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努力的过了人生，但是后来会陷入徒劳。但是呢你只要知道就会有应允，只要知道就会有应允。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当中说，啊，我是需要神恩典的人。那么保罗蒙到的恩典是什么呢？罗马书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自己里面的部分，然后他说自己里面的律跟神的律在争吵，然后他就叹息说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然后呢保罗告白说怎么样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所以感谢。然后就发现我是需要神恩典的人呢，只要知道就会有应允，神重要的应允做工就会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显出来。不是说做了什么，只是知道了原来我是需要神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生兴起的这些做工。第三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蒙到神心愿的圣经性应允。我们不是蒙随便的应允，我们要蒙到话语的圣经性应允。话语最后的总结，我和各位在这个时代被神呼召，为了救活这个时代，跟我们的水准没有任何的关系。神呼召我们为传道者，所以我们要走远途。现在马上成不成，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要走远途。所以呢我们的刻印根基体制，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神必定会做工。所以呢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否被使用，在乎着你们是否知道这一部分。很多人大部分都不知道刻印根基体制，再怎么听的话都不知道，真的是否知道，这是个差异。有在神面前被使用的人，有没有办法被使用的人。问题是什么呢？就算被呼召为二三七国家，但是却有的人被使用的时候不被使用，他们多少程度的知道这一事实，关乎着是否被使用。当我们知道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能够去做的力量。愿各位所行走的脚步当中都能够蒙到神的祝福，享受神的祝福。愿你们的刻印根基体制成为神所心愿的踏板。